冤魂煞警局，波利士大人也怕怕。我不会死，一定会再回来。他的头发垂在那个天上，这样腿垂下来一大堆。结果就是，警察自己先离开。警局变成停尸间，半夜阿飘找上门。那天晚上他值班，怎么好像有人在打电脑？一直被压垮啊！哎呦，吓了一跳。真相 hold 得住，明天晚上8点钟，卫视中文台。